多久没有一个人豪爽的吃脑花了？来个脑花拌饭。有没有人这样吃过？超级绵密，我跟你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佳，好热哦，就还没有胃口，纠结了半天，决定今天去吃一家冒菜，听说特别的实惠，看看这个炎热的夏天是否有可以调动起胃口的好吃冒菜。到了，到了，我用这个点，这都有。好，好久没有见到这种点菜单。有作业，前面这个是大份小份的，都朱可拉花，看他们家所有的菜全部都放在这里。哇，真好爽，看着就好好吃哦。娘娘再帮我加一份酥肉嘛，加份，好，然后就喝了喝一下，好久没有喝豆奶了，人都吃好多，谢谢。看这个宝宝一脸想吃的样子，喂喂，我的来了。啊，这饭好多啊，我盛出来吃不完没关系哦。嗯，好，花了一块钱。嗯，还加点醋。啊，这个菜好吃哦。好吃吧？我感觉我点了一个微辣，根本就不辣，不是那种重口的冒菜。拿水看有什么可以，好软，一炸就掉了。有没有人来吃黄喉的？我就没有在外卖里面点到过黄喉。这酥肉完全变成粉身肉了，是吧？我以为只有火锅里的鸭血会好吃，没想到冒菜里的鸭血也很好吃。谢谢。好久没有吃脑花了，他们家脑花是单煮的。多久没有一个人豪爽的吃脑花了？脑花这个做的更咸一点，入味。来个脑花拌饭。有没有人这样吃过？超级绵密，我跟你说。香肠。好香，他们真的好实惠，价格都不高，量还特别多。我感觉我点的这些。够两个人吃到四箱酒，还没有捞完。每当我以为我已经捞完的时候，就发现还有一块大料在下面。我以为我吃的已经差不多了，最后还捞了这么一大碗。冒菜有一个让我不得不佩服的，就是他们的黄喉还有毛肚，每次都能涮到是最好吃的那个秒数。牛肉也好呢，你们要是重口味的那种，就让老板给你们放点盐。哦，吃出饭了，太安逸了。我这份多少钱？除了脑花18块钱以外，我剩下的吃了55块钱，真的好实惠，吃饱啦。哎。